把你手机给我看看。我跟你说，下午林超给我发微信让我点赞他朋友圈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被盗号了。原来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打算同居了，这不就是为了向那个周星宇宣誓主权吗？妙啊！林超把我屏蔽了。啊？没有吗？我明白了，林超这波操作已经很明显了。他就是受到了周星宇的刺激，想要反击回去。不是，那干嘛唯独屏蔽我啊？是我本人不配知道？你不是不太喜欢高调吗？他是不是怕你不高兴，逼他删朋友圈啊？发个朋友圈而已，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但是，他发朋友圈公开去屏蔽女友，是个人都会生气吧？哎，你现在打电话已经晚了。你亏你还是学新闻的，这点八卦传播速度你不知道啊？你看，你和林超的事都在朋友圈传开了，你看好多人都说你们要同居了。哟，这个人说你们打算领证了呢。领什么证啊？都没到法定年纪，这些人不用脚趾想想吗？哎呀，这要不说林超智商高呢，用舆论来压倒周星宇，这要成真了，周星宇就是绿茶小三儿。你就是背信弃义的渣女，什么东西啊！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？林超，给我等着！